我就跟他说 Zico 你就让那个 Harry 跟你说你不要打断他。黑屋真的是需要经验的。你最厉害的是宋春林哦，那个时候哦，他上一季他的皮肤有一点青春痘，有点发展的非常好，发展的非常好，发育的非常好，所以我给他送了一些最亲他的一些青春痘的。然后你还送了巴里斯一个电子字典，可以多多学习中文啊。你送了一个字典啊，他什么反应？哦，我喜欢这个，我会用的，我会 OK， 我真的很喜欢。我以前拍一个戏也是全记的，我有一个女儿，她正好过生日，我就送她的一个词典，她收到这个词典啊，爸我给我一个生日礼物了，我一拆开字典马上这点。谢谢爸爸。Boris 其实也是这样的，他出来就说哦，送了我个词典，为什么？好吧，喜欢喜欢。我一开始想要 Zico 来我这一组，所以我跟 Zico 说了一大堆什么什么，这个我们可以做这种音乐，这种舞台可以用这种动作，什么说了一大堆，我真的说到我流汗了，真的。我一直在说他还是在一直在听。Oh right, right, right. We can do. Yes, yes, yes. But I'm sorry. I'm with hanging. 我就跟他说 ，Zico， 你就让那个 Harry 跟你说，你不要打断他。我有个问题，就在 Nielsen 的时候，是不是庚哥跟一博都选了？那最后是怎么哥你让给一博的，是吧？嗯。哎，黑屋也能让的吗？我说我弟弟一博非常需要你站在他的战队，我说我希望不要给你太多压力，跟随自己的心，你来选择。所以有点小失落嘛，他最后真的 follow hard 了。给弟弟有什么失落的？嗯，给弟弟有什么失落的？我现在有经验了，但没机会了。但没机会了。